欢迎收看今天的北美地方新闻，我是徐富。定期做身体检查，为自己的健康把关。这个周末在洛杉矶有一场大型的义诊活动，20多项的筛检项目，帮助大家找出身体的问题，欢迎社区民众多加利用。国际佛光会雅凯迪亚分会以及美宜美医院关心社区民众的健康，再度的联合举办义诊活动。10月23号这周日上午举行，共有24项的检查项目，包括了心血管疾病、心电图、体脂肪、血压、耳科、乳房癌、失智以及中风多项检查与流感疫苗注射。专业的营养师与医师也将在现场提供免费咨询服务。他们特别召开记者会，邀请大家一起来参加，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。有150名义工，还有几乎100位的医护人员，所以我们讲说我们这个众缘和合，每一年我们都要做一件这样子的事情，所以众缘和合之下我们成就，我们也希望大家的健康在还没有生病之前，我们就可以让大家的健康能够更美好。我们今年有超过13个义诊项目，那有多出2个义诊项目，是一个是心电图筛检，另外一个是血管周边筛检。这个项目是非常先进的，希望大家踊跃来参加。我们是不查收入，不看身份，那也早上8点钟开始在美宜美医院，这个星期天10月23号早上8点。义诊活动欢迎18岁以上的社区民众参加，所有的检查都是免费。需要验血的人，请于10月22号午夜12点之后进食。每项筛检的剂量有限，先到先得。10月23号这周日上午8点开始到11点半，地点位于南加州雅凯迪亚美宜美医院，不要错过喽。中天频道采访报道。